大家好，我是无糖豆浆，欢迎收听今天的 BBC，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13 people are killed and more than 100 are injured as a van drives into crowds of people in Barcelona. En forma de arrollamiento en Ramblas Altas. Reporting in that people have been run over on the Ramblas. The suspect is 1.70 meters tall, wearing a white shirt with blue stripes. This is Andrew Peach in London. In the newsroom, the people who were there. Just several screams in the crowds passing, and then that's when I saw the van.Just going at full speed、down the middle of the Rambler. And everyone was hiding behind things, and I mean, no one had a clue what was going on. You know, we just heard a load of bangs, and then, like, everyone just ran. Developments on the live page at bbc.com/news. Also on the way, President Trump says statues which commemorate supporters of slavery shouldn't be removed, and the hunt for Zimbabwe's First Lady in South Africa.They reall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she does not leave the country without having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her involvement in this case. It's 22 hours GMT. 第一个头条，那因为透过头条太长，我就把它分两段，所以一之一，然后有至少有13个人呢被杀掉了，而且呢超过100个受伤了 ，injured 就是被受伤了。那当什么时候呢？当一个 van 就是一个那个小型汽车 drives into 就是开进去 crowds of people 一群人。Crowd 就是人嘛，然后在哪里？巴塞隆纳这个地方。那报道说呢，民众 have been run over。Run over 是什么意思 ？Have been 已经被，那 run 就是它的 PP， 就是 run ran run， 所以就被开过去 ，run over 被压过去 ，under Ramblas 这什么是一条路的名字？后面下一篇会讲。那 the suspect 什么嫌疑犯？所以这个嫌疑犯呢 is 1 meter 一公尺 70 tall。就是70公分高，就是170公分。那 wearing 他穿着一个白色的 shirt， 然后跟什么蓝色的 stripes， 就是条纹 ，stripe 就是条纹的意思，就衣服上有蓝色的条纹。那这是安卓水蜜桃在伦敦的报道，然后这样子，下面就是这样。来看一至二第二段的第一个头条，好，就我只是听到了全部的 screams 是尖叫，听到全部的尖叫 ，and the crowd。然后 crowd 就群众嘛，然后呢，这个群众 parting 就是 part 就是分开一起，所以这群众开始分散的意思。然后呢 ，and then 然后 ，that is when I saw 就这个，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当什么时候我看到这台 van 这台小型汽车 just running at full speed 就是跑 at full speed 用全速跑 and down the middle of 而且开下去什么的 middle of 再从中间的什么。Las Ramblas 这边写的巴塞隆纳的一条街叫做 Las Ramblas 那然后呢每个人 was 就是正在这样每个人当时的时候过去是正在 hiding behind 躲在什么后面躲在很多东西的后面像柱子啊或什么都是 things 那而且呢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 had a clue 有这个证据 clue 是证据线索什么样的线索 what was going onYou know, 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人有这个线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就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我们就只是听到了很多很多的 bangs 是什么？就像我们开枪也是 bang, 嘣嘣嘣，就是这个声音就叫 bangs。然后呢，就是每个人就只是在跑，就这样子。然后就是说有一些最新的发展在这个 live page， 就是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最新的发展。好的。十七日下午，一辆箱型车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人潮最汹涌的街道，向人群结队的游客横冲直撞，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其中15人伤势严重。加泰隆尼亚地方政府表示，受害者来自24个国家，包含香港和台湾。当局认定这是恐怖攻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 已全程犯案。此次恐攻于当地时间下午4:50左右，发生在巴塞隆尼亚市中心著名的兰布拉大道。一辆白色带有蓝色标志的箱型车从街道上高速冲上广阔的徒步区，现场血迹斑斑，一片混乱。事后警方全面搜寻嫌犯未果，稍后宣布逮捕两人，但非箱型车驾驶。来看一下第二则头条 ，Now also on the way， 就是同样的，这个总统川普呢说呢。Statues 就是雕像，很多雕像，哪些雕像会去解释雕像？什么样的雕像？这雕像是用来 commemorate， 用来纪念什么呢 ？Supporters 就是支持者们，什么的支持们是什么 ？Slavery 就是奴隶制度，就奴隶的支持者们 shouldn't be removed， 就这些雕像呢不应该被移除，就是 statues shouldn't be removed。那后面这一段都是在解释什么样的雕像 ？All right。
在上周末维吉尼亚州夏洛兹维尔市街头发生暴力冲突之后，川普对邦联纪念碑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一起重要事件，打仗主要是因为南方地主要求维持奴隶制度，以及有十一州从邦联政府联邦政府分裂出来，北方联邦军后来胜出，这场战争造成26万人死于沙场或饥荒和疾病。川普在一连串的推文中表示，看到我们美丽伟大的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随着一出我们美丽的雕像和纪念碑而被撕裂，令人难过。来看这个头条 And Hunt Hunt 就是什么打猎，那打猎在那边就像 Head Hunter 就是你猎人头公司嘛，就是要寻找，所以就是引申为寻找，寻找谁呢？辛巴威的第一夫人在南非。好，他们真的很想要去 make sure 确保说他没有离开这个国家。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呢？在他没有 without 就是没有，在他没有 having to answer 就是他没有回答问题，关于什么的问题呢？关于他的涉入 involvement 是涉入，所以他的涉入，那 involvement in 就是他的就是这个词都是合在一起用的，就他涉入在这个 case 这个案件的这个事情，他没有回答的话，他就不要回离开这个国家。辛巴威的第一夫人格瑞斯遭指控13日在三重市的20号饭店用延长线打伤南非20岁女模恩格斯。根据南非媒体16日报道，南非的代理警察局莫西巴表示，恩格斯的律师已经表示格瑞斯愿意与南非警方合作。报道引述辛巴威的消息指出，穆加比的私人飞机于16日抵达南非，为了营救老婆，高龄93岁的穆加比只好提前到达南非。辛巴威第一家庭近来争议不断，穆加比常常花人民的税金支付家庭成员放荡不羁奢华的花费行为。近几天又传出辛巴威第一夫人已攻击南非女模案件，让辛巴威第一家庭再度蒙上阴影。好，今天的 BBC 就到这边咯，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拜拜。